大家好，我是剑网三制作人郭伟伟，很高兴有众多的玩家参与了我们暑假收书活动。我们收了很多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书，语文啊、数学、英语啊、词典啊，还有历史啊、小说、传记，甚至还包括了剑网三的设定集。感谢玩家的爱心，我们会给湖南邵阳的农村书屋，然后给孩子们带去希望，带去知识。未来我们西安居还会举办类似的这些慈善活动，希望广大的玩家们继续支持我们西安居，支持我们剑网。